说实话，我和亮哥本来是聊着咱们中国骑士国歌这个即兴排序，但是反正我们能在这个奥运会上也能取得这个铜牌，我感觉也是对中国这个男子赛艇的项目啊有所突破吧，证明咱们中国这个赛艇男爷们儿也是可以在这个和欧洲抗衡。